好，最后再来开箱这一个 Dust View。好，最后再来开箱这个 Dust View R5 第二代。好，最后再来开箱这个 Dust View R5 第二代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。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荧。OK， 那我们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荧幕本体啦，看起来很圆润诶，我还蛮喜欢那个造型诶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附给你一个遮光罩，然后有一个 OK， 那盒子里面有附给你一个遮光罩，有一片擦拭布，还有一个遮光罩的框框。有两条 HDMI， 一条是 Micro， 一条是 Mini HDMI， 然后有一个 USB， 就是韧体更新的 USB， 有一个六角扳手，还有一个小小的从来没看过的奇怪形状的云台，就这样。